回到华视新闻杂志。关心疫情的同时，我们也不忘带大家关注偏乡医疗。许多地区医疗资源不足，也更凸显出医师人力分配不均的难题。像是南投县牙医师工会有166位会员医师，却只有11人在向信义、中寮等5个偏远地区的45所学校进行巡回医疗服务。这些任养偏乡学校的牙医师，每个星期都要放下自己牙医诊所的门诊业务，到偏乡学校看诊，协助交通不便的偏乡居民和小朋友们解决看牙和口腔保健的问题。而这群牙医师秉持着医疗无距离的信念，也让偏乡居民的就医之路不再坎坷艰困。因地制宜，哦，比方说这个地方没有椅子让你坐，那你就站着看。我不要。不是。从小让小朋友的牙齿健康的话，就比较不会有后续需要大医疗的一个问题。贝氏刷牙板怎么握？比站，对。可以，大家不舒服。握了蛮久时间，有一些的牙齿都病变了，可能会变成一些健康上一个影响。你的牙齿会不会痛？那种感觉就是说啊，他们的牙，就是他有些人牙齿不痛的啊，这种时候钱买不到的快乐啊，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满足。牙医师黄元昌位在南投县竹山镇上的诊所，在当地经营了30多年。后续哈，压力大会，这个外科医师写的药。每个星期四，黄医师固定前往信义乡，到他任养的偏乡学校展开巡回医疗服务。明天去的地方是有学校跟那个部落的，所以我们是补牙、洗牙，还有拔牙。他只要有换牙的时间到了，我大概都会跟他们拔掉，我把他要长的那个牙齿位置留给他们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的百宝箱。哇，一抓去嘛是拢爱做侪物件咧。嘿，对啊，给它叠上去。啊，我恰恰那啥。医师早。早。到新乡开车时间大概1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大概在6点左右就会出发。我们整个信义乡就只有一个牙医师，我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，我就去帮他忙。所以从1999年我们就开始成立那个偏乡的医疗团。哦，那个地方好山好水，空气很好，所以出去的心情会特别愉快。5月13号这天，医师要造访的学校是位于信义乡的潭南国小。看诊地点在台南国小对面的长老教会广场，学生和部落长辈都能在这天解决看诊不容易、牙齿长久以来困扰生活的难题。截至2021年5月，南投县牙医师工会会员医师人数有166位，进行偏乡巡回医疗服务学校的只有11人，黄元昌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把一台牙科治疗椅浓缩到变这样，所以它里面有高速、慢速的，有洗牙的，有补牙齿的。这是脚踏的。没有舒适的看诊环境设备，躺椅是最好的替代品。他们进来看，然后我的东西我就是方便我拿，我可能放在这边这样。我已经把时间告诉他们了。那好，带金包卡嘛。哎呀，好，对，好。你现在压迫到是上或下的牙？啊，对的。好，来 ，OK。大家不舒服。对，那个药膏是要消炎药膏，要给你涂的哦，嘿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子，嘿。牙齿都是假牙了，
蛀牙了。蛀牙呀，嗯，那会痛吗？他们如果不会讲国语的话，那可能你在翻译。医师要和部落长辈沟通，国语词义的完整传达，必须仰赖牧师西卡夫。好，来，你可以起来。你会不会讲中文？他不太会讲。来，你会痛吗？你问他会不会。这边都在日本。啊，你看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也是都没有，长期都没有清结石，结石好厚哦。你看，你跟他讲，我帮他洗一洗好不好？你跟他讲，我帮他洗。马丁诺扎卡隆的日本，阿那西拉巴的毛曼扎卡隆，有意思，快洗就好。整个信箱就只有一个牙医师，所以他当时真的忙不过来，而且还要兼卫生所的主任哈，然后他自己又有诊所看诊。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我就说那不然你得告陈友兰溪，然后浊水溪这里有四个村，还有这个学校，我觉得我就先进来。我们现在去那个教室哈，帮他们做卫教了，三年级对不对？非式刷牙法怎么握？比站对，好，两颗两颗。刷十下，来一起数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台南国小86位小学生以及幼儿园42位小朋友的牙齿健康，关于口腔保健的疑难杂症，所有问题十多年来都由黄元昌严格把关。牙菌斑在哪里最多？好，来，那个，好，来，靠近牙龈那里，就是齿颈部哈，来。蛀牙的地方哈。位在日月潭南方的台南部落，因为山上并没有牙科诊所，当地居民如果遇到牙齿保健或是相关的问题要紧急处理，就要开车大约一个小时到埔里或水里才有办法看牙。你看你这个一洗就流血，那你这个没有天天缺牙，这个就不管它。这里，对，这里，屁股往后，对。小朋友怎么样哈？牙齿要拔，要拔哦。对啊，他牙齿在松动呀。对，你他几年级？8班。8班。你勇敢。哎呦，就拔过，我看。你不是让我看过牙了，还在这么多人就会撒娇。小朋友还没看牙前都笑眯眯，等到医师就定位，立刻风云变色。我不要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草莓酱。我给你涂一涂好了，他要不要打针？往往得半哄半骗才能完成看诊工作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现在牙齿在睡觉了，嘿，手不能上来哦，有没有麻麻的？有没有？等一下我们拿牙齿都不会痛，好不好？情绪起伏和心情眼泪，显然跟着看牙工具的声响动态七上八下。来。好的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来，来，没有关系，来，我给你礼物，来，咬紧，照顾好孩子牙齿的健康是每一趟巡回医疗的重要任务。这里有个牙根呐、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下次来的时候跟你拔好不好？不要。考虑十秒钟。不要。啊，不要就算了，那我们改天再跟你，那我跟你涂漆就好了。我下个礼拜还会来，然后再下个礼拜我会来三次。来 ，OK。其实我们这个也有点学日本的那个方式。我们的卫福部都希望我们去把这个没有牙医的地方哦，慢慢的减少，就是有医生之后，慢慢的那个无医村的、哦、没有医疗服务的那个地方会越来越少。好，来手放开。哇，都长烂肉了，你要不要拔掉？好哦。来，你躺好。小朋友，你们不要乱跑，会踩到线。等一下校长会来哦，你们再不听话我就请校长过来哦。我们学校是位于极偏的地区，小朋友在就医方面也好，或者是牙齿的保健也好，这一方面的治疗都十分的不方便。好，一二三，这样数到50，嘿，眼睛闭起来，有没有胀胀的？不用乱动哦，乱动这个针会断在里面哦，你很棒哦，好厉害哦。这个是麻药哦，牙齿在睡觉了，它等一下就不会痛了。户外巡回医疗和室内诊所看诊，目的都在照顾病患牙齿的健康，但毕竟上山次数有限，看牙医没有想象中的方便，
医师在某些时候必须要强势些才行，否则下次看牙可能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。哎，打牙不要讲话，你还在笑，咬紧要咬20分，要咬紧哦，不然你流很多血哈。等一下救护车来到这边要很远哦。不想看牙齿。来那个镜子里面。怎么办？你们去做好，不要干扰他。医师和部落孩子之间看牙有通关密语。没有戴健保卡还是要看新的牙医师，年轻的比较不肯来下乡嘛。那慢慢的就是医生老化了，或是没有新进的来，那慢慢的我们的部落这个点就会抽掉，就没有，就人力会就比较不足了。有饭有菜真幸福，珍惜感恩吃光光，老师请用手，还有请用大家请慢用，阿妹拍动请慢用，老师请慢用。也来刷牙，一起来刷牙好了。这边有三个学校，那因为地利，我们那个时候都考虑到说要设医疗站。医疗站跟医疗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一定要排三个医生进来。如果今天是礼拜天的话，你就是今天是我的诊，我就这样子。巡回牙医师的日常还是得照顾好自己诊所的病人，他是很舍得去把诊所的门诊停下来，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我们可能还是要规划人力进去的。即使在南投县比较大的乡镇跟一些比较偏远的乡镇，的确还是有一些差距。这个牙齿我就先给你做看，来我照一张 X 光片，嘿，马杰博士他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帮人家看牙齿的时候是站着拔牙的，那个图像很印象很深刻。你户外的话就是可能这个姿势的问题，所以大部分一整天下来回去大概都会腰酸背痛。那因为我们已经练就了这个功力的，大概一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他们的一口好牙都仰赖愿意上山服务的医师。黄医师来不只是在我们的部落，还有他在国小，台南国小以前是蛮久的时间，蛮了好久的时间。黄医师，谢谢你，台南国小有你真好。你只要讲到这个义诊牙科，知道是他都会来。他有些人牙齿不痛的，他可能困扰他很多年的一些问题，他得到一个解答，他知道什么方向在哪里的。啊，这种时候是。那种时候钱买不到的快乐啊，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满足，跟我们在诊所要看病要赚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守护偏乡部落信念始终坚定。我如果还走得动，我就尽量都过来。心灵上的富有更胜金银，医师的付出治愈的不只是患者生理上的病痛，更持续触动偏乡住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动。在疫情冲击之下，全国各级学校都已经停课，巡回医疗也必须暂停。未来的偏乡牙医诊疗服务仍要继续。无论如何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唯有爱让医疗普及，没有距离。牙医师黄元昌十多年来前进偏乡，让医疗打破距离。下个单元继续聚焦特殊牙医，来看台南牙医师王俊凯如何坚持信念，为身心障碍者提供最暖心的照顾。稍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。我每次都觉得说我们是来这边学习，放轻松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不只是只有王医师。希望有更多的王医师来协助我们特教生的口腔卫生。